哎哈喽，那个我相亲那几年。你就穿这出来相亲啊？你干啥的呀、啊、你、啊、你猜我是干啥的？神经病吗、啊、对，我刚治好就放出来。啊傻啊，不是，你咋骂人呢？你要开啥车来的？你想坐啥车呀？我坐过的好车可多了、嗯、什么帕加尼、兰博基尼，哎呦、哦、对，还有劳斯莱斯幻想、啊啊、那个等会儿，那个幻醒是啥车呀？不是吧，你连劳斯莱斯幻醒都不知道啊？是，我看你好像有点没睡醒，好像幻醒我倒是没有，但等我这个你看你还行吗？哎哎呦我操，这你车呀？我能上车拍两张照吧？行，那个主要是你那劳斯莱斯幻醒都坐了，我这个小宾利。哎，没事，这就行啊。那走吧，车停那头了。哎，那个美女，我车停在后面车库里了，然后那个我取一下，你等会儿我吧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啊，对了，没有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就是吧，我这车新提的，然后那个像我们这种人呢，就平时就喜欢就是整点仪式感啥的，你看能不能就陪我一起举办一个这种仪式，讨个吉利嘛，咱们。行啊，你说什么仪式啊？这仪式特别简单，你看正常就结婚啥不都放炮嘛，像我们那种仪式呢，就是咱附近也没啥，我真的手机就摔了，你看咋样？你干什么啊？就摔了嘛，你别愣着，你把你手机也摔了，为难是吧？哎，咋这么的？那个我这新买一个手机，这个送你，你看。行，正好我手机也该换了。哎，快！太厉害了，你等会儿我去那个车库，我把车开出来行吗？啊，行，你等会儿我。你去吧。哎，哎呀，来了，上车吧。这就你车呀？啊，对呀、啊。不是宾利。不是宾利啊，我是打火机。你看，打火机。耍我呢？哎呦，你知道我说你这也太暴躁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说那个你不合照吗？来，你坐这儿上车，咱俩自拍。有病吧你？哎，你手机还我呀！哎，手机。快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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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